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小弟。小弟呢，今天又来分享生活了。现在呢，下午已经4点多了。现在老婆我俩呢一起去上面，逛一下。我的那个宇宙卡也，过期了，现在重新更新一下才行了。一会儿还要去上面上那个鞋店里面买一双鞋子穿一鞋了。我呢没有鞋子穿，只有一双鞋子了。现在老婆我俩呢准备开始出发了，这些孩子呢明天去上学了，哎，太乖了，这三个孩子真的是。走，现在我俩呢准备开始出发了，还有一些我俩的衣服，还有看行李箱，这些呢放在这里，一会儿再过来拿。这两天呢孩子放学了，看，这满街都是孩子，太多了这些孩子。拜拜，嘿嘿，这些孩子真的太听话了，很乖。现在老婆我俩呢出发了啊，先去更新一下我的那个宇宙卡，然后再去买鞋子吧。看，我只有一双鞋子了，这里都破了，看，太尴尬了。重新买一双才行了，不然没鞋子穿了。现在呢，已经到我们了，应该很快就能办完了，还有半个小时就下班了。我们现在呢已经办完了，然后准备去买鞋了。走了。他现在呢已经在买鞋子了，他现在在试一双。不行不行。白色的这个。两个现在呢来到了这个农贸市场，进来逛一逛。小孩的衣服很好看，我们的彝族服装，还有哇，那么多小孩的衣服，看。去这边看一下，啊，又换了一家，那家是鞋子，我感觉黄色的好像更好看一点。哇，我到了，只有43码的，没有42码。他穿的话是42码。大了吗？你自己脚上那个鞋子，你穿得到吗？你自己脚上那个刚好这个是42码，这个。你那个应该是43的。两个现在呢，在这里吃点小笼包，吃碗面。好，我们两个的晚餐就这些了。东西呢已经买完了，他的鞋子呢也买完了。然后吃完东西呢，我们两个呢准备去住的地方了。太好吃了。我俩呢现在已经找到住的地方了。今晚呢就住在这里了，明天呢去医院里面住。好了，今天我们的视频呢就先分享到这里了，谢谢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的支持，拜拜拜拜。